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快回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玩生物幻想。那这一刻，变成了如此，竟然生出混沌之水，不能再过去了。好，我们先排一下我们的人呢，我们用谁上场？目前是云溪、飞星、细雨。我想要蓝香，用蓝香真的蛮好用的。好，我们细雨先取消哦，然后换成蓝香。出战。那我先简单看一下他的技能，应该是都已经设好了，所以说应该没有什么要改的吧。应该好，我们走吧。哇，混沌之水，杀了他！走开！谁敢挑战重华？斑斓半夜，我们来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就预感觉得说愉悦之际不会过这么顺利。可是我觉得我有一点担心，就是这个会不会是灵痕有点参与的成分。这里由我来应付，你们快带重华大哥前往安全之处。飞星，谢谢你，你们务必小心，我们先去与帝君会合。好，我们去休息吧。我有点忘记我们的那个什么蓝香技能什么了。其实我无灵，这是家防对不对？好像是对。好，那你放就放剑阵好了，挖补血了，超痛的。雕虫小技，蓝香补血一下吧。剑舞精灵。哇，一次补掉满，蓝香是超好用的。好，那么飞星呢？放园林吧。那蓝香呢？放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那蓝香把园林释放好了。让我略尽绵薄之力，嘿！超痛的，蓝香快变成 MVP 了。希望重华大哥平安脱困吧。斑斓与斑夜定会保重华大哥无恙，别担心。谁来救救我们？好，我来救你了，大哥哥，你是来救我和阿父的吗？你别急，让我试试。太好了，感谢神女。感谢星轮借我之力，让我又多救一人。飞星大哥，请听我说，星轮之力不该如此使用。蓝山姑娘此言何意？这，蓝山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我不该多言的。为什么欲言又止啊？不知道可是我也感觉其实这种生死的东西不应该随便去干预的哦。那就是叫什么命里自有定数吗？而且我还是很在意，如果救老这些民众，为什么不能救大树？我的大树，哎，好，那我们来累积一下这个吧，然后让飞星放剑阵。好，你就打这只吗？就这只吧。失礼了。其实我无礼。那我们的咸鱼放下园林，来个秒杀。得罪了，小心！好，那我刚回来了，我刚刚
闪退了。希望等下不要再闪退了，要不然他不能随时存档，闪退有一点麻烦啊。好，这个宝箱拿一下哦。我宝箱打开是怪，所以他闪退吗？可能是。好，那么来喽。蓝香来个全体的。谢无忌。那我刚刚重开之后呢，就闪退之后，我发现我的难度忘了调回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调回一般了。你那边打惨比较轻松，虽然说轻松也是有轻松的好处吧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飞星来放一个吧，放一剑阵。必须阻止！让我略尽绵薄之力。虽然说简单也是有简单的好处，可是总之好像还是一般的难度比较好玩一些，我的感觉了。螳臂挡车，失礼了。好，蓝香要补血吗？感觉还好。那你想打一下好了。得罪。不知道这三秒跟这个吸血攻击事件有没有关系啊？这也太凑巧了吧！假设没关系，发生的也太凑巧了，真的很让人很难不联想在一起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林海是别有所图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这种感觉。雕虫小技，多指教。前路无敌。那我们刚刚也得知了很多那个。云青跟雍和的事情，魂天华灵，受伤的老者，老伯，请让我看看你的伤处。手，哎呦，我的手啊！皮肉伤未冻结筋骨，只是入了毒性。我先以雷腾膏敷于你伤处，两刻后以清水冲去，再撒这瓶凝血散。哎，谢谢你们。怎么感觉我们飞星去的地方都很容易遇到这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啊？像之前一开始风鸣村，后来真实小镇，现在冬季国又是。难道我们飞星真的是灾星吗？这些吸血成员似乎是有计划的，在阻碍我们。既然如此，可不能如他们所愿，再次耗下去。哇，蓝香被打得超级痛的，超级。快要灭团了，已经灭团了，这灭也太快了吧！我忘记我还是 K 是，算了，你伤不了，随便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不是，哦，我按错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按到补血了，刚刚。好，来，上起来吧。你伤不了。让我为诸位安定心神。必
须阻止。你伤不了，请多指教。得罪。虽然说我们还是打得赢了，就是会打得久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放一下远灵秒杀一只吧，然后飞星呢打中间这一只，然后蓝香补血。蓝香真的超好用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这个皇帝挡车。那我们要放元灵吗？感觉没有什么好放的，要累积一下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飞星呢？失礼了，把七喜灵秒杀了。请恕我无礼。好，这个放一下好了。雕虫小技。好，飞星来个放箭阵，应该死了吧？好了，其实一般我们是可以打赢的，可就是，一开始灭团一下，是犹豫的，当然用一般难度还简单啊。好，我们就继续用一般好了。如果说之后打真的是打得很痛苦，我们再来换，因为我还是希望说战斗不要影响我们剧情的一个进展。我先去帮我兄弟了。好，你去帮吧，我们可以的。我们必须遏制更多的死煞。哦，我们不要过去了，就是那边交给英里就对了。对，他不让我们过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教场了。教场那里我们还没有去掉吗？还有另外一边了，就是东极王城那里我们还没有看到，丹珠殿下家那里。可是我们去教场看吧，没关系。哇，这地上水太可怕了吧。他们真的是滥杀无辜啊。超痛！好，云姬先补血好了，首发先补血，然后蓝香再加攻击，避免说开场被灭团。然后我们再来进攻喽。然后飞星呢，先秒杀一只吧。这只飞星可以秒杀吧？换这只看看。失礼了，飞星可以了，差一点啊。好，那蓝香来一个全体的吧。请恕我无礼。这还是要集中打，要不然感觉飞星两个剑阵还是秒杀不了，就要被他们白打一顿了。好，算了，蛮心必须阻止。超痛的蓝香，直接秒杀一只。哎，要元灵集满之后。好，那打一下吧。坐起。飞星升级了，要升什么？要不然我们升一下啊？是不是不知道？哎，升的速度呢？速度好像有点慢，
用以往都没怎么去升速度了，那我们升一下好了。虽然说其实我不是很清楚速度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效用，因为说实话属于的是回合制嘛，这速度感知好像影响不是那么大，不过我也不是很确定。哦，这个东西快上去。后面有怪，从后面追过来。感觉神医的开场，好啊，其实这一次应该不用补血吧？应该不用。请多指教。来将下回合再补应该可以了。好，神医要补。你伤不了。飞机快死掉了。失礼了。好，蓝香补个血吧。切勿轻敌。你伤不了，必须阻止。蓝香也放一下元灵了。这一招真的超痛的，以我的鲜血起势，你要自爆了。哦，还好没事。好，死掉了，赢了吧。好，这边没东西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台上有东西吗？我们去旁边的台子看一下。有哎，丹珠殿下呀！休杀丹珠殿下！这气血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丹珠殿下，你的伤可无碍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先避至安全之处。不，我身为国主，怎能因伤退却？此番情况，殿下确实不宜示弱，只是擒贼先擒王。云先生果真慧人，这些贼徒就交由你们处置。殿下放心，我等定不负所托。好，交给我们吧。超痛的，痛到不行。伤不了，请多指教。这是我无力。哇，快死掉了感觉。可是蓝香这一回合应该补得回来，所以感觉不需要。好，来个补血吧。得罪。好，我觉得可以进攻，这倒还好。嗯，应该还好。好，我们先进攻好了。然后飞星呢，帮蓝香累积剑阵，蓝香得上来一个全体攻击。向我锐进粘国阵，嘿！对啊，蓝香真的是那一招释放元灵的超级好用的。当元灵就是累积到个程度之后，他就变超级痛的，几乎可以秒杀全场了。好，这个打一下吧。坐骑。夫人有令，不得恋战，快撤。奇怪，他们似乎未尽全力厮杀，莫非气血制造此番混乱，是别有所图？无论如何，当务之急是救人，快走吧。好，我们好好救人。他们该不会想要偷什么禁欲吧？我去给他讲话呀。
男子。哎，这个也没救了，长得有点像英里啊，已经来得及，我可以救他。飞星大哥，人之生死自有其命数，以星轮之力善改，总是不妥。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，若有天罚，我成了便是。飞星大哥，哎，大叔，我也舍不得救大叔。哦，我的大叔。好，这边我们看完了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哦，这个东西可以拿。好，那么，哎，我们怎么掉下来了？我可以直接走下来了。90%，所以哪边没有看到？哎，这个东西可以拿呀。好，我上去拿一下哦，因为看到了不拿会很痛苦。怎么了？是吗？不是，下一个台子。这是气血啊，其实他们穿的跟之前我们看到的气血不太一样啊，很像一般的民众的感觉。还好，不是很痛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攻吧。螳臂挡车，是你了。用尽绵薄之力。好超痛的，可是呢，蓝香补得回来的。我们先不需要去那个。好，飞星把他打死了。这是我无礼。那我们再来，好，我们的神医补个血。然后飞星累积元灵，然后蓝香呢全体释放元灵。谢无忌，嘿，这一招是很太 OP 了。啊，你的鲜血还没有我们蓝香元灵有用啊！好，这个打一下哦，要死了，哦，把自己爆死了。好，任务完成了，急，太好了。我还可以捡东西吗？陶石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仙儿，屏气凝神，心无旁骛，一切声音都将在风的流动中静止。凡人是不是很奇怪？明明那么自私丑恶，却又为何会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？